因为店里的 promotion 啊，那也还好呢，有那个 API 的人啊来带领，否则的话你千万不要自己啊不得不去走去那种地方啊。好，再次的欢迎大家啊，也感谢大家呢出席我们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放映会啊，也参加了我们的啊坟场之旅哈、啊。站在我旁边的啊，就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啊，刘千亿大哥，掌声来欢迎他。还有我们梁家班的最美丽的新人郑盈盈啊，来，我们请啊千亿大哥给我们讲几句。参与这部戏演出的演员啊，最大胆就是我们三个，其他的很怕鬼不敢去，还是我们大家比较大胆啊。其实啊，这个坟场啊，在十多年前我去过一次，那个时候是好玩嘛，我跟其他的一些演员同事进去里面很怕。今天有大家壮胆啊，进去就很开心了，不一样，心情不一样啊。对啊，我只有一个感觉，去了那里很热，很喘，其实还可以走到 end point， 为什么路这么长？我要快点坐在巴上面量人气这样。可是真的是很特别的经验啊！如果你打电话 call 我，哎，我们今天去坟墓，所以有我忙，不要来找我，我是假个不死。不还好了，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啊！只要去 try 一次，以后不要再 try 了啊！这种事情就是说、OK 啊，我们今天是 lucky 啊。OK， 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次我拍这部电影的一个感觉哈。我拍过很多的电影，这是我第14部电影，你刚那个鬼戏就14，修得不注意一点哈。对，是不是上谁？不要乱讲啊，我们这部片哈，杂戏哈。OK， 那么这部片子呢，实际上呢要拍的时候呢，是很早以前就有一个构思了啊。那么可是呢，我拍过的电影呢，都是比较温馨的那一类的。突然间拍鬼片呢、说真的压力很大。对，我看过了哈，你懂吗？这种、全世界的鬼都出来了啊，韩国鬼、日本鬼、泰国鬼、香港鬼啊，台湾鬼啊，美国鬼最多的啊。那我们新加坡没有鬼怎么可以的啊？新加坡什么都要第一，那连鬼都排最后怎么可以啊？是做新加坡人也丢脸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呢也试试看。所以你看我的 trailer 就哈，新加坡鬼终于登场哈。所以呢，新加坡鬼是什么白灯呢？说真的，我们如果像泰国鬼一样啊，白灯吓人一样的方法，还不是没设立掉啊。所以我就想来一个新的白灯啊，我们就把喜剧的元素加进去啊，叫做恐怖喜剧片，简单就叫做 comedy。你看我这里金刚丹的啊 ，HORMEDY 哈 ，comedy 叫做 horror plus comedy 啊。好像 breakfast lunch 就叫 brunch， 对不对啊？我们也可以这样发明，对不对啊？反正呢，新的字，新的发明哈。不管怎么样呢，这部片呢，就是你用喜剧的心情来看哈，你不要说当成是恐怖片啊。恐怖的地方呢是一个 bonus， 但是你进来看呢，还是有很多蛮好玩的、轻松的啊，黑色幽默的搞笑啊。这就是拍这部电影的一个小小目的啦。好，那么千亿呢，在戏里面呢演那个我不是演鬼哦。我不是演鬼啊，演鬼的是那个哈、这叫鬼啊，金刚鼓槌哈。是人来的，不是鬼。不是，其实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这样啊，我们拍他是鬼，因为就是新加坡啊，因为新加坡人啊很好命啊，鬼也肥了哈、我演这个鬼，梁导说 budget 的问题，所以这个鬼没有得飘啊，只可以走路，没有得飘啊。不然如果要飘的话，要拉钢线，六个人拉，他这劲很大，不可以做这个事情。然后他们有想一个另外一个办法哈、是用 trolley 来拉，可是最后 trolley 坏掉了，拍不成那场戏。拍这只鬼真的很痛苦啊！所以你看你看泰国鬼有看过哪一只是肥的没有？对，美国鬼也没有肥的啊，那些什么从电视机爬出来的，如果是肥的，你电视机的就是打掉了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的，我们找一个树林给他的啊。下次可以拍我从电视机爬出来。那个是要 plasma 短短的。没有，我们要从荧幕爬出来的。不骂我扁，我你多骂我扁对吧？好，那么我想要不要主要大家看这个戏哈，因为这部戏呢，就是你要用了轻松的心情来看啊，那没有关系啊，我陪着你们一起看，好不好？好。
你答应我了，好看的话赶快来去告诉你的朋友，希望呢这部电影呢也能够获得更多人的支持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再次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， 谢谢啊。The legend The Outback comes to life in a stunning new show on Australia's Gold Coast. Australian Outback Spectacular. Saddle up now for incredible action, fun, excitement, along with a great barbecue style dinner for one ticket price. Booking